我是橘子。今天是初四。前段时间都比较忙，忙着团年走亲戚，今天好不容易闲下来一点，然后婆婆妈说黄豆酱好吃，妈妈就马上又下来做了一锅黄豆酱。妹妹过几天要走了，她说带一点上去，然后剩下的留给我们自己吃，都闲不住，连个妈都闲不住啊。妈妈要闪了，闪了啊，妈妈，你给外婆家的习惯呀，留个茴香呀。先给外婆吃，外婆最辛苦啊，今天。分享了，妈妈，谢谢，谢谢啦。啊，你给外婆拿呀。你好香呀哈！哇，这个黄豆酱还是那么香。还是个味道啊。还是个味道。哇，牛肉的。哎，牛肉的。我也吃牛肉的。你要吃牛肉的，发给婆婆爷爷。啊，牛的。干什么？你叫什么名字？你打的？是哪的？喊给婆婆吃嘛。一个一个从老到小嘛，哪个最吃了点哪个？大爷爷嘛哈。大爷爷最老，从大爷爷开始。哎呀，大爷爷。哦。肉都炖完了，你还在？肉都炖完，我还在煮菜，我的吧。大爷爷嘛，婆婆嘛。我们先给拿爷爷爷嘛。嗯，天天今天好能干，天天。谢谢。妈妈，给你，给我给你分啊！哈哈哈哈哈！你吃不上，你吃。他们不吃了，那房子你。啊，你可以吃啊。哦呀，我天天好能干。嘿，你女可能干嘞。啊。你女可能干嘞，干都干得啦。是是。嗯。那就三个呢。有大关系了嘛？大关系，他懂事了。人家说那些，妈妈真的是闲不住啊！本来就是过年的时候，她就一直忙，一直忙，都没闲住。刚好今天有时间，我们说黄豆酱好吃，她马上又给我们做一个，做一锅。你们要理解我这个四川人说普通话啊。她说妹妹要上去了，给妹妹带一点，然后我们自己在家里面吃一点。哎，妈妈她们这些人真的是闲不住的。我要买白瓶了嘞！你就在各种主店里买白瓶，闻那个香味来买的。啊！他们转刷嘞，这哪天再转刷，他再过来看。那今天祝你大卖哦！你肯定超多，加油！然后也谢谢大家的支持哦，希望想尝一下妈妈的手艺的，可以找我们喽。找我外婆喽！找我外婆喽！我还想问姚玉爷嘞，谁说话啊？你听嘛，找我外婆了。总的来说，我们今年这个年过得都很开心啊，很热闹。但是没过十五之前，我们都会没聚的挨个挨个聚一下，热闹一下啊。过完十五才算真正把这个大年给过了啊。妈妈，哎，两个蒸卤了，两个蒸卤了。哎呦呦，王子又搞掐了，赶紧八百去，来多多，我八百走。哈哈哈哈哈！我想不要抢，你看，对。所以说过年啊，其实最辛苦的还是大人啊，在我妈和丈母娘眼里面，我们这还是小人啊。今天我们还领了红包的啊，你看现在。我妈为丈母娘为了我妈的一句话啊，现在初四就开始工作了啊，就为了给我们吃上好吃的啊，真的辛苦了，老丈母。只有吃得开心，那不算是辛苦。是啊。好了，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啊，所以说真的辛苦爸妈他们了。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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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